接下来请收看菩提树斋吉祥来。师姐啊，法友们，大家好！哎，我们还是继续来做年菜，让大家过年有个丰盛的一个年菜来供养全家人，供养法师，供养很多道友。哎，今天我们要做这一道这个菜非常好，好，它叫做黄金元宝添财运。哦，因为大家拢过年拢爱有做元宝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元宝。那吃了元宝以后，天财运好，我们再来一样，请到徐美云徐老师，谢谢，让你辛苦了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周老师好，哎好，哎，很高兴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道菜叫做黄金元宝天财运，它是主食，吃的会饱。哎，对，那有一些是外里面它会藏那个金币，那这样危险，那万一吞下去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不加。我们今天的金币就用那个，南瓜。因为它是金色的，我们用它来代替。还有绿色的，还有红萝卜，还有我们的素火腿、姜，还有我们的芹菜，就是色香味都要有。所以来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用一个神器，噔噔，就是神器，就搓枪。会伤搓吗？对，都好，哎，来搓枪，好，就是我们把它搓，好这样子哈。我们把它搓搓搓，很快哦。它搓那牙较短嘞，搓较短对不对？那牙较粗的较短。啊，到底这款是要搓长的还是短？拢会使。好，小张要包在内底，好，来搓搓的，抓一抓就 OK 了。我们不用太多，知道意思就好了。那我们的黄金，好，我们的黄金就是这个。下回。对，去皮，对，去皮以后就是把它搓。南瓜。把它搓一搓。台湾南瓜非常好吃，对，营养也非常好。对，用我们的神器，这是免刀工的神器，好，我们把它搓签 ，OK 了。那其他的，我们做个，这样好像太少我们做个十二粒。我紧啊，做两个嘛，不要紧啊，怎样好啊？没有，太少就给人家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多一点，对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先用一点盐巴，把它拌一下，盐还嫩起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再嫩起，这个还要再煮，所以我们用手没关系，用手给搓搓，就是按摩按摩，帮它做暖身运动，帮它按摩一下，好，那我们按摩好了就先放旁边，那再来就是把其他的食材都切进去，掺着啦，对。恁中国人、台湾人，拢希望讲过年有一个元宝，元宝的象征哈。哦，较早哈，阮当人过年哈，阿爸哦就提着说，叫我们一定要吃这个元宝，一定要吃这个元宝，象征说，咱带来大发财，发财，所以讲讨个吉利就也不错啦。对。过年就是多说好话，好好说话，而且做很多吉祥的菜，哇，大家一家欢欢喜喜哈，团圆过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年，好，对，所以大家辛苦一点，做妈妈的哈，做或是说家人一起来做这，完全这都很有意义啊。哦，这些把它加进去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才可以再把它整理一下，对，好，再来就是姜，切一点姜末。一样，
我们姜要逆纹切，这样磨很快，好，就不必要再去切片切丝，面当面好，这样很快。卡手很好的哦，对，这卡手有够好的，卡手上班无赚无吃的，难怪，难怪你真的是要成为大师都是要付出的，要学习不了多久才有这种刀工。我们不需要学他的刀工那么快，我们可以慢慢的做，慢慢的切，安全最重要。很准，如果你今天开一个馆子啊，客人坐下来。很久了还没有吃到你的食物，那也不行啊，下次客人就不来了啊。单干哈，所以还是要快很准。好，我们把它整理好了，可以在全部将我们这些南瓜腌软了以后，我们再把它一次，再把它稍微轻轻的，对，然后切。切细一点，把它混在一起切没关系。我要让它变细就对，颜色五彩缤纷。这个颜色光是看起来就很漂亮的哈，有金色，有红，橘色，对，大吉大利。很好很好，看起来就很讨喜。我哎，这种的应该颜色嘛，白透红哦，对，感觉漂亮，是很不错哈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放回来，又还要再煮出来，不用戴手套。对，我立马起工啊，手指就要戴手套，要记得哦，因为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一个汤碗，里面加一点香油。好，这个我们的香菇粉，摆一些。啊，对，那摆一些我们的白胡椒，白胡椒粉，好，一点点蚝油，用太多，这只是要提味，所以不用太多，好，那我们再来一点点香油，好的，全部都 OK。那我们这个就再把它和均匀，因为它还要再做，所以不用戴手套，对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对，还没煮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想把它拌均匀，还不够，我们要把它，因为这个松松的，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在卖素食水饺，全部都全素，各种口味都有。他问我说，每次在包馅的时候，它馅很松，松松的不好包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拌一点。好，我们把它拌一点面粉进去，不用太多，对，让它有附着，不然就松松的，马上掉出来哈。对，对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先把它。那你这个面粉是中筋还是高筋的呢？中筋可以的，其实粉类都 OK 的。对，但是有时候学生会说，他对这是中筋还是高筋？好，按骨气跟功能清楚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包十二球，那我先拿一个盘子来。本来我们有配菜盘的话，就是用那个铁盘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弄十二坨。为什么要先做好捏好？因为你这样做起来才会一样时间平均大小。对，然后里面不要太多水。那今天我们是煮那个用水煮的水饺，有水是没关系。那如果今天你要做煎饺，里面就不能太多水，太多水它那个皮会反潮，皮反潮以后你就会煎的时候就很容易破。其实不一定要做十二颗啦，没关系，做六颗也无所谓啦。对，这个是象征性，大家知道就好了。等一下我们排盘排起来才漂亮。这样子，对，不然你会太排起来就是太稀疏，稀旧的对，这样看起来基本上颜色就不错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说啊，做什么水饺，其实就是做水饺嘛，水饺就是所有的元宝嘛，大家都过年要吃元宝，其实就是做水饺、煎饺都是做元宝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看这个很讨喜的水饺，有红色的，有金黄色的，就美败，就是南瓜，真的很大，颜色看起来就不错。那你可以自己用你喜欢吃的菜，也可以去做成元宝，只要过瘾的时候。
时候有这些东西，哎，很讨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 OK 了。准备刀水饺最主要就是要准备水一点水啊，这是基本要准备的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准备一张擦手纸。好，擦手纸，我们再拿一张好了，因为我们刚刚的这张脏掉就不要了，等等蒸一下。把这个神器收起来，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努力。好，要努力哦，要小心。这个是要做什么用？擦手。对，因为你在包水饺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这样子没有擦，湿湿的，啊，蛋糕黏了，哎，然后对，然后就会，你可以五根手指头沾，放下去，绕一圈，好，就 OK 了。然后把它这样子。放进去的料手擦干，因为我们这个水饺皮刚刚有吹太久，比较吹风，对对，有吹风，吹太久，有点硬，对。好，我们把它捏紧。其实很简单了，这涂一点水，然后这样子把它这样折，好，这样有没有？把它这样折起来，然后折起来，然后这边把它粘起来。像元宝，元宝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像不像元宝？大师做的，对，这几十年的这个，虽然没有在卖元宝，没有在卖水饺，但是做起来就很讨喜。好，下一张哦，它就没有吹的没有那么干，就把它拉宽一点。来，五根手指头下去点，绕一圈，好了，就很快。对。把这个料放进来，你看斜方水饺，你看看放的又快又漂亮。这是最基，这个元宝是比较最简单的，因为我们要教那个我们的观众的话，过年就是要包这种元宝型的元宝。哇，碎啊碎啊，年迈啊，选元宝啊，对，真的是，把皮拉开一下，点，再来，好，我要掰快一点哦，好，快动作，快动作，大家眼睛都把它粘住。我平常很少包水饺，我包得很丑，但是这样我想应该我会，我一定要不会学你的这个技术。这个很简单，这样折起来，然后两边把它粘粘住，粘住，哦，元宝，看起来就很漂亮，吃起来也很好吃，不止好看而已，对，吃吃看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想刚刚看你这种色香味哈，而且都是很营养的东西，你看南瓜、红萝卜，这些都花椰菜，花椰菜，这些都是很营养的东西，这些都是非常营养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这个吃下去，规工啊，就是半袋哈，元气满满，哎，规工已经哦，营养有够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我感觉应该是这样。老师，你要包一粒看卖无？卖啦，我这个包我安尼真歹看呢，今日一比我就爱。上一笔啊，客气。哎，听讲老师嘛有预期的哦，预期的有啦，哎，预期的考试噶无定定咧操作嘛是有差啦，对。啊，这考试哈，考了嘛就要像你的实际一直在做，一直在做，一直在这方面发展，这个技术才会进步。那我们考上的时候，只是一些概念都有了，对，啊，也就是说知道营养应该怎么搭配比较有营养，啊，其实概念有了，来再做就比较快了。对，哎，考一下，考试是哪？是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元宝，我今天开水，开会，啊，等着我们妈妈来，一共六颗元宝，要好小火预热，对，预热一下。其实这个 做好的话，你有时候也去也可以做成煎饺，这个、你把它煎一煎，或是蒸熟再来煎再来烤，我想做过烤饺子很好吃。
那个是做用炸的、哎、红油抄手，不希望用炸的啦、哎、我们用蒸的话它就做红油，太多浪费太多的油，而且真的我想说你这样 你蒸一蒸，然后再要么再去烤一下，烤一下上面可以，我吃过烤一下上面 撒一些那个起司丝，哦，烤起来真的是很好吃的、嗯、哎，真的是不错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用心啊，老师真的很用心啊，我聘请他的时候说拜托了、啊、来啊，我们来一起共襄盛举，他虽然很忙很忙，但是他还一直答应，他说好没问题，我尽我的能力，只有今天这么一天也可以挪出时间来，我说好吧，那就大家有好品啊，然后跟你学习哈，对，是大家的福气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好好的观察，好好的看，好好的学习，对不对？这样啊，他教出来的，我希望我们看到的人也要做熟了，你们都是做素食的种子老师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你来好授学的推广，的推广，我想是一个非常哈。好的一个开始，其实素食摊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呢真的大概做一些不一样的年菜，我让你做完后啊，我哈这样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提出来跟他分享，这样哈做人就越来越好，大家让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不要客气，会的话尽量奉献给这个想学习的人，求你来，二十几年来，我看你成长，看你做啊，哇，人拢唔晓，是吧？开，哎，我著教素食的科技食，哇，这唔是遐简单嘞，没啦，哦，这是，哎，要教素食，我著去考到一级的技巧，这是足困难的。不会，只要你有心，哦，你就是粪土也会变黄金。我们都跟他学习。其实我以前咧，我做寿司的时阵，啊，我那只歹做，啊，无是讲，正如我就像你讲安尼，用心，用心，黄土变成金，我是无黄土变成金啊，最起码我哎扣掉啊，哈，你想扣掉，虽然不是这样搞，但是最起码啊，考上没问题，考上了就基本的概念都有了。那其实做菜呢，就是。你尽量的举一反三，你自己去变化哈，举一反三，一直去变化。我们周老师很厉害呢，乙级不好考呢。哎呀，乙级要考过是三次是正常，一次考过不正常。啊、所以我们的周老师一次考过、哎、看不到正常，真的真的很惭愧。对，我考一考放在放在仓库里面哈、啊，这不行。没有啊，你现在还是在把它发挥出来、啊。对啦、啊，对、哎、是没有错，但是啊，学无止境啊，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但你有基本的跟老师学基本的概念以后，你要做什么，真的你看。你就觉得你不要多学，你学了几堂课以后，你这些我们生命电视的这些课程以前，那你再用心的看，哇，你一定是一个高，已经这些学到的话，你已经是高手了，你绝对有资格去做这个教师的种子。好，那我们会做素食的人不要小觑，我们来供养给大家，供养给大家，供养给想学的人。哇，我希望我们的素食老师是遍天下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可以。这是元宝，好来十二颗的来，好，我们可以了，这些把它收起来，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的包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赶快来称烫一下。好，水果呢，我们就把它摆进去。好，水果呢，把它火开大一点。煮水饺就是，第一个你要加水，好，就是慢慢加，要加两次，对，两二，看如果是你今天是买。冷冻水饺，一定要先慢慢加水。慢慢加水，对。你只要一次开大火就把它想煮熟的话，一定会爆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爆。外皮会烂烂的，因为你买的是结冰的，结冰的外层，你如果一直用滚水去煮，外层的皮会烂烂，而且马上就爆掉，里面就变成煮那个什锦汤。你要慢慢加水。慢慢加水，它才会渗透到里面，然后里面的馅会熟。你如果一直用大火去滚冷冻的水饺，它外皮烂了，里面的馅料还没熟。
好，所以要滚一下，大概两分钟，加一点点水，好，好，再滚一下，然后再加一次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把它准备，好的，加水哦。好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盘式盘，对，哇，连排盘都做得这么漂亮，哎，这个就是无止境，好。差不多了，来加一点水吧。嘿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再加，加一点水。嗯，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冰过，比较快。对，很快。嗯，觉得差不多。你看，拿个夹子来，夹子来这边。因为用网子刀夹，万一把它夹破了不好。等一下，那差不多了啦。还没。我们这个准备一个瓷碗，里面加一点香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的水饺，煮熟以后要放在里面，把它拌均匀，它才会发亮。哦，感觉如果说你这样买一盘，就是50块，举例啊，你加了香油以后变100块。哎呦，哦，因为卖相会比较好，美感的对，色香，大概爱色香味。你们只要想要。对，开素食店的话，可以多看这个，每格格二十块，你就要砍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应该铺起来好了吧？来，等一下哦，因为我们这个素食里面有南瓜生的，还有，所以我们多煮一下。好，如果今天你是用那个南瓜泥，只要外皮熟了，里面就熟了。因为我们要用叉枪的，就是要让它有那种。口感，但是南瓜你做水饺，如果是你是泥的话，吃起来就是口感没有那么好。对，但是这个南瓜你吃起来，如果说没有很熟，脆脆的也 OK。对，好，这样好了，好，我们把它捞起来。哇，很漂亮哦，今天的腌宝，非常的美。你不要带一个矿口袋回去啊，那。蒸盐板、假盐板分不出来。对，然后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把它推一下。用推的，不能用脚的。用脚的那个水饺会破掉，皮会破掉，你的盐板会化掉。对，这样推一下。好，很漂亮。但是我要戴手套，还是用夹子？我们的。那没关系，我就用手套。好，哇，连这个排盘都做得很漂亮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，真的是超厉害，超美的，连这个做素食做菜的，你看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？因为看了光看眼。看一眼就很想吃的那种感觉哈，那真的是不简单啊，什么都是有它的美感啊，以后教堂课专门教美感，对不对？不要小气，应该传出去啊，大家都会啊，以后哇，台湾素食已经是现在是世界数一数二的。再有你的指导的话，我看哇，那台湾的素食一定非常非常的特色。我今天已经把最厉害的那个切菜方法，都交给观众朋友了。姜切末啊，红萝卜要切末切丝啊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很厉害了。好，哇，太美了。好。哇，这样稍微这样，哇，这个它这样弄就很香，因为有撒一点香油哈，就很棒了。好，这一盘已经 OK 了。好，这一盘黄金元宝天才玉，好，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，希望大家也去做做看，好，自己做那才是最踏实的。全家人才有福报，来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是啊，一定会成功。然后加油，吃元宝赚元宝。哇，有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，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；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梵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后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基本原理了解就好了，所以各位听我讲可以知道我是掌握原理的人，法无高下啊！只要动机原理抓住了，那什么都是修行，讲话、走路、插花、音响、泡牛奶都是修行，你动机要抓对。佛法不是跟生活脱离开的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那不念阿弥陀佛干嘛？还是在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念着阿弥陀佛的身口意跟慈悲，这个叫念念阿弥陀佛。很多人把阿弥陀佛搞错了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才不是阿弥陀佛，你嘴巴不念心还在念比较重要啊！有心念和嘴巴，而嘴巴有行为，做阿弥陀佛的代理人一样，你要把生活都变成阿弥陀佛，所以啊，来帮助别人，来净化世界，那可以，而不是修行跟日常。像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，难道你明天就不用守吗？你应该以八关斋戒的出离心来过你的日常生活，这才是我们努力受戒一天，然后也这样子的生活融入。难道你今天不杀生，明天就故意要杀吗？不需要吧。所以要把这个行为引导到你的生活啊。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